没事儿。等会儿会更紧张。你说怕是心都怕，胆子要放平。我真的没跟你们干掉。确认我你碰到我。嗯。我你碰到。你像要饭的一样。原来暂时是下面的感觉是这样子的，你下来跳一下，像这样的感觉真的是有点语无伦次啊。其实如果你这次真的不跳哈，你晚上真的瞌睡都睡不着，你都会遗憾。你今天晚上绝对两点钟之前你睡不着。这次你不跳，下次你就不敢。那我这次跳，下次就敢了吗？哎，我们不说这些，来，把这次跳了再说，再说第二次的事。哎，我松开手，我一下子就马上要松手。你把双手这样合十，双手合十。对，不推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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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然后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不会推你，你的重心往后，我不会推你。对。不敢往后。那你下去嘛。再来一次，好吧？啊，不行不行。然后我们直接放这个扣，然后你就直接下，再下一次。不来不来不来，坚决不来。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